最新产品，对，它是目前来讲应该是说全球最新、最方便、最适合妈妈带宝宝出游的一个好推车。然后你有什么意见 ？OK， 好，你也觉得不错是不是？对，是全世界最新的是不是？哇，你真开心的。然后这一台可以说 Trip， 其实全球你是第一位用的。 是因为我拍完广告之后，董事长就让我带回家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是的，真的。然后用这台的时候，它的方便性在哪里呢？你觉得它非常的轻便，它基本上就是三秒收合，就是你完全可以单手。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带 baby 出去的时候，你可能一手要抱着 baby， 然后你一手又要拿着那个推车要推，你要把它打开，你 baby 又不能先放地上。 所以你只能，<笑><笑>你有放过吗？<笑>没有，所以你就要带，就很优雅、很时尚抱着它。其实我们刚刚在 model show 的时候就有秀这个单手，然后我们等会儿会有一个挑战赛，他们也会，那个年轻的爸爸妈妈也会单手来收，我们会表演。因为你坐在里面，我们不方便现在收，是不是 ？OK。
我觉得我们真的来救他了，我们来一个，来让他在旁边休息，好不好？我们给我们的 baby 一个 serious。好，我们回到中间。好，那今天呢？除了推了我们的这个 trip， 真的好久不见了，今天真的穿的好美丽哦。谢谢。哇、wow ！因为我觉得呢，虽然我代言的是母婴用品，但是并不需要是以一个就是。很妈妈的形象出现，还是很优雅、很时尚的一个妈咪。对 ，OK。那其实自己也当了妈妈，现在 baby 几岁？两岁多一点点，对，快八个月了。他，我问一个问题哦，他看到你拍这种广告，会不会吃醋？他会。我给他看，他就说。你给他看这个广告。我给他看广告，他就说不可以抱妹妹。妈妈不可以抱妹妹，她真的这样说。嗯，然后她就生气，我生气，她还会讲，她会讲。她会生气，她会讲生气。就是生气，就不理，不可以抱妹妹，然后就要我抱她，马上要我抱她。OK， 有点小吃醋。然后我听说她在广告里看到这个 baby， 这个 Nula 做那个 leaf， 是不是？她自己就说，因为她有。哦，你宝宝本来就有个 leaf 嘛，对不对 ？Luna 所有的全线产品我都有，你全部都有吗？全部都有，每一个都有吗？推车。为什么我每一个都没有？你的小孩都多大？你小孩都多大？我从他 baby 的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已经都有了。但是那个 leaf grow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叶子的一个新的一个这个设计，对对对，那个椅子我觉得是真的。你知道 Luna 在大子公司有个大的。你想带回家是吧？我有坐过、啊、真的你只要一坐上去，马上想睡觉，3秒钟就睡着。哦，一摇一摇就睡着。它呢非常好用，然后，他 baby 的时候有在做嘛，结果做到长大一下他就不做了，不做的话把它送给别人。等到呢，他上次去一个游就是那个 baby 玩的那餐厅，对对对对。看到那个，他又要做哦， okay, 然后后来就他会想到，对，现在又拿了一台给他。哦、OK，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，Anita 也有讲到，我们这个 slogan 就是一个 simple and smart。其实，在 Nuna 的产品的设计，其他东西其实真的很难用，很容易用，难用。刚刚讲难用，很容易用。你看，所以他没有选我当代言人，就选你。它就是很容易用，因为很 simple， 像我们说可以单手，可以带出去。另外一个是它设计很 smart， 时尚。其实我们刚刚像那个 trip 又时尚又这个 smart， 所以其实像那个把手皮革的。然后其实它真正我们刚刚有讲到，你小朋友，我小朋友以前小时候会喜欢咬，什么都咬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会有那个安全带嘛，背带，尤其他在长牙的时候，对，他就会咬这个。但是我们完全都是检验合格、无毒、安全，就 baby 咬了也不会。这就是我刚刚讲到，其实在安全上面，其实很多爸爸妈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量，就是其实我们的全部的是安全座椅，我们这个已经有超过150个以上的这个有毒物质的一个这个测试。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，然后真的非常非常好用的。那其实用那个可以，它可以360度转，那个叫做 Rebel Plus 360度的一个旋转的一个这个安全座椅。也是从我 baby 小 baby 的时候，那个其实出生就可以用了。是啊，0到4岁，我们一届是到四岁，最少要到2岁，因为它可以要反向乘坐才是最安全的一个做法。我们等会会看到你帮我们录了一段影片，有讲到这个反向乘坐的一个这个重要性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其实今天呢，我们在现场有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们也在现场，他们都是你的粉丝，很开心可以看到你。然后他们呢有一些问题说需要你的帮忙，可不可以 ？OK。然后除了我们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还有一些在网络上的朋友们也准备了一些问题，好不好？好。好激动。好激动，对不对？会不会紧张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刚在 read 的时候你不在，有一个假的心如站在那边，都好紧张。对，真的心如在这边的时候。漂不漂亮？超漂亮。对，那你今天谢谢怎么称呼？我叫莹如。莹如，莹如，你想问心如什么问题？我想问，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很常使用，在他旁边，你在他旁边，来，很常使用手推车的妈妈，但出门在外最常遇到两个问题，一个是上下楼梯，那第二个是在餐厅要收车的时候，因为比较狭小。那莹如外出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吗？对，其实我放了很多台手推车，就家里有一台，然后车上有一台，就方便使用。我觉得你是针对我讲这句话，就是感觉你上什么都有哎。
就是要让我吃醋是不是？就是在你很多台车，你现在再生一个，马上什么都有，车上有，是不是？家里有，第二台车也有，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我好几台，我女儿的车比我还多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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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这个是我觉得年轻爸爸妈妈们出门最怕的，有时候，对对，特别是有楼梯。或者是电梯、手扶梯上台阶，然后你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嘛，你又要照顾 baby， 你要很轻易的可以去收合它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最新的这台 Trip 的这个手推车，对，最新的这台，它是真的是非常方便，2019年全新上市的这个一台手推车，因为它可以单手收的，是一个很稳的一个新的我们的一个是是是，即使你是在如果有时候路比较不平啊，石头路啊那些上面，它都可以很好推。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刚刚也有提到，我相信心如有自己的经验，就是它下面可以，你就这样子啪压下去拉起来，然后就可以靠墙，就很方便，就可以用，非常的方便。OK， 所以这个是心如自己推荐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小孩已经，你是心如的粉丝吗？啊，对对对。今天站在他旁边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从小看他长大的。你问错问题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说从小看他长大的。我也是从小就开始在电视上。换一个人。没关系啊，我的心脏够强大。OK， 都没有变，一直都没有变。謝謝，好好好，好，你来问。小孩已经2岁，快3岁了。对，我想要还让他继续使用安全座椅。必须的。必须。可是我想要找一款就是功能上可以符合宝宝的需求，然后外观也可以搭配车子使用。对，想要请问一下有什么推荐的？对，因为我觉得男生对很多爸爸应该怎么说？你开 Ferrari 吗？没有。Ferrari 应该不能放吧？Ferrari 可以放，不行啊。Ferrari 不够高。我不知道我们没有考量过不够高，因为 Ferrari 没有后车位啊。隔壁啊，小飞机不能坐隔壁，对。好，我们不要聊到那个了。好，因为男生，我觉得考量就是，我觉得男生会碰到一个帅气，我们当了爸爸还是想自己很帅，对。但是当了爸爸后，大部分我们都开到变成休旅车，对啊，休旅车或者是个 mini van， 对，然后你也希望你休旅车里面的汽车座椅是一个比较时尚、简洁、利落的，看起来就跟你完全跟你里面的车身是融为一体的。所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也有啊。OK， 这就是你我得过很多一个这个奖，设计因为它设计算蛮不错的一个感觉，应该符合你的这个车子的一个型吧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子可以是不是？然后我还有一件，这是另外一个。对对对，因为你的小孩还比较小，但是我的小孩都已经大了。其实我们的建议呢，在 Luna 是小朋友不只是说这个可以0到4岁，是我们建议是最少要做到2岁。但是2岁以上的3岁、4岁、5岁、6岁的小孩，其实应该还是要做安全座椅。是啊。所以这个 Mighty 呢是9个月可以一直做到12岁，可以看你的小朋友多大。然后这个 Mighty 呢，其实也是由我们的德国的 Red Dot Award 2019年的得奖。我感觉我好像快要应该要换这一台了，因为这对我女儿来讲有点那个不够长了。所以你在跟妮特讲吗？没有，我是在跟你讲。明天就送到你家，明天就送到你家 ，OK。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心如的意见就是用 Rubber Plus。还有我们的 Mighty 这位爸爸可以了吗？谢谢，不错不错，好，谢谢我们两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给他们一个掌声。谢谢。小时候有没有办法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？就是刚刚我那个 Lip 可以，对，你就可以放着，然后你可以把它随时放在你看得到它，它也看得到你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在客厅、在厨房、在哪里有这个 Lip Grow，这个我就是我讲以后。他以后长大那个腿会变成在哪外八外八，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设计都有考虑到这个情形，都会比较小心。对，
另外一个是它可以前背，它可以后背。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，现在因为出门一定会带个手机，或者是有个小钱包，它的设计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全都放在它身上，对，就可以放在有一个，因为很多其实有很多产品就是没有想到那种 simple 的东西，你可以放一个小，我不可能一直拿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觉得它设计上有这个想法，所以很棒。所以这个是一个 Cuddle 或者是 Leaf Girl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产品是不是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 baby 的一个这个在哭的一个问题，我们来。什么？同房不同床。对，最少是同房不同床。对对。Brad, you get that? Same room, different bed. Yeah. 为什么要这样子一个概念呢？因为我觉得其实大人睡的床有时候并不太适合小朋友。是。因为我们可能会睡软硬度啊，你陷下去 ，baby 如果翻身。也许一个不小心就盖住他的口鼻了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一个是他软硬度不适合，第二个就是安全，对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因为特别是有时候爸爸妈妈，特别是爸爸有时候睡着了，晚上的话，然后压到就像我一样，你还好吧？这有个洞。好。有时候会压到 baby， 所以这个是一个安全上的考量，这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。是是是。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床是不透气的。我们的床是不透气的，但是今天心如要介绍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、是透气的，我们是安全无毒、通风网布的床垫，所以它是非常透气也凉爽。这个叫做 Sina Air， 这个也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在左手边，我们的舞台的右手边呢，我们刚刚 model 没有秀出来的。它这个床第一个最好的是什么？它很容易收。对不对？很容易收，你家里也有，你可以放在客厅，然后马上拿起来，我就可以把它放房间，房间一样，然后它又还有不同的高度，所以它可以把你的 baby 架高一点点，你就可以放在你的床旁边，但是你不要让你的 baby 跟你睡同一个床，对，所以你晚上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抱，然后放进去，然后起来站起的时候，对，抱了也很方便，或者是起来直接抱起来，可以直接喂，嗯，然后再放回去，所以很棒。另外一个时候它是360度，然后完全是透气，这个是很重要。还有它，所以它可以吸吸满满的那个空气，对，对不对？在大一点的时候，你那个就床垫可以放低，它会变成它一个。类似游戏床，对，它在里面你可以摆球啊，你放在客厅里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可以在里面玩。对，然后 baby 十岁以后，这个床可以收很多很多东西，放在客厅就放一大堆东西，对不对？收纳床，收纳床，开玩笑的。但是 Sina Air 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，让 baby 可以很容易入睡又安全。好，就更能够睡靠近一点了，对，然后比较安静，然后睡得比较好。然后以前我记得那时候有我儿子 Ryder 有 McKenna， 就好几年，每一次以前我也做错了，有时候一半夜转过来就看到一个小孩在那边，然后他就对你哇哇叫，对不对？你们是同床的。以前有一段时间，最早我觉得每一个妈妈都会一开始，特别是很小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是要跟你的 baby 一起睡，但是是一个不对的一个概念。嗯，那时候我们也怕，所以我们旁边还蹲了一个墙。对对对，你怕。用高的枕头，然后我一起来我就看到枕头墙在我旁边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但是我觉得对爸爸妈妈的感情是好的，有旁边有个床，是不是？是。OK， 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家有一个的概念，就是同房不同床。好，如休息一下，等会儿再回来。退一点点吗？好。看中间，今天杏如穿的好漂亮，优雅又性感。今天的高跟鞋好高哦！看右手边，好，最后60张，对对对，还有50张。40张，因为他们一拍就10张10张的，好，30张，20，10张，啊，我们等会儿会补车子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有继续的秀，谢谢，我们等会儿再补车子的 ，OK， 好，最后5秒，4、3、2、1，再来，等一下啊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好了 ，OK， 每一个人负责一个字大概的位置哦 ，OK， here we go， 3、2、1。
到最后，我们跟后面的摄影师挥挥手，现场的朋友们给我们一个掌声，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合作。然后我们今年呢也非常高兴。